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统治一凡人》，我是西西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济南泉城省体育中心2046酒吧的门口，在这个地方呢即将举办我们2012年酷儿影像巡展济南站的活动。关注《统治一凡人》，了解整个巡展的活动，济南欢迎你，酷儿影像需要你的支持。6月2日，济南 Less 工作组举办了2012中国同志电影巡回展济南站的展映活动。本次影展邀请了包括《同志一凡人》导演魏建刚、北京酷儿同志影展创始人杨洋、Less 家杂志创始人、资深设计师、活动家 GoGo， 以及济南本地艺术家李宁作为嘉宾，进行了为期2天的放映以及导演交流会。期间播放了《新前门大街》、《再见安东尼亚》、《我们的故事》、《地貌》等作品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花絮。可以看到，就是有好多好多很不容易的一些同志组织去做一些同志运动，然后让山东地区的同志了解自己的文化。济南 Less 工作组是山东地区唯一的女同志权益小组，致力于丰富同志文化生活，提高同志人群整体状态，为其争取平等权益。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，请登录他们的豆瓣小站或者人人小站，更多信息就在同志一凡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就说我是一个异性恋，但是我知道同志这个现象的存在，那么我就有兴趣想要去观察一下它，想要去了解一下它。同志要从自己开始做吧，不能说要自己要主动一点，不能靠别人去拉着你。我个人比较期望可以看到在酷儿影像里面可以看到跨性别的身影。济南是从来都没有过办这个影展，然后尤其是同志影展这么一个活动。那个能够参与这个影展主持，觉得特别光荣，内心充满了羞涩。作为一个好姑娘，等待你们。哇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。说一下。你没录是吧？录着呢。没录。对这个圈子了解更深入，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，从北京来的、台湾来的、香港。